5月12日0时至15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8例。自5月11日发布会后，即5月11日15时至12日15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36例，他们是感染者1031至1066，其中朝阳区14例，海淀区9例，房山区5例，西城区、通州区各3例，顺义区2例，普通型4例，轻型28例，无症状感染者4例，管控人员32例，社区筛查4例。